好，30题。其实啊，在第国一上啊，说真的，题目都不是难题哈。比较难的是在各位心态的转换，因为毕竟你是从国小变成了国中，那国小的方式跟国中方式绝对不一样。哦，你在国中一开始可能想说，哎，我用国小的心态在学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很难。可是你只要转换一下心态，过了1个月之后，我相信你再回头去看你那个月学的东西，都非常简单。哦，就像30题，看起来好像很难。但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题目。好，第一个，我有跟你讲说，12乘到15是32760，那我要问的叫做-11乘到-15，是不是只差11倍而已？对不对？好，但是第一个你要先决定正负号，一二三四五有5个负数，答案当然是负，所以答案是负的。那这五个相乘，哎，反正这四个相乘叫做32760了，那再乘上-11，好，32760乘以11倍，是不是在一个32760？所以0630633603630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负的360360，OK 吗？